让力矩最小，力矩最小。哦，好酸。不错，其实滑得很好，有在前进。你让力矩最小就行。哦，好酸哦，这样子比较好吃力。何苦呢？干嘛力矩最小？啊，应该是最大吧。力矩最小，这样可以在水中施力最大，前进最快。啊！啊！被我拦了。看我们使用侧面，我们一直在挖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会蛮快的。我们是逆流哎。没有，我们一直在挖苦。我们的船头好像在你那边。啊，真的吗？转弯。上前头。好，我差点把桨丢掉了。OK OK， 好，先这样子了。